When you see， 星海市，人类与猫族共创的理想之城。在这里，你将面对新的挑战。看到了吗？那些情绪，请确保他们的稳定。好，人类的情绪可不会乖乖听话，陷入绝望吧，各位。调查官，准备战斗。想成为我的对手，给你最后一个忠告，调查官，今天的情绪调查要开始了。这里是星海城市广播，就在刚刚，星海气象局与生态环境局联合发布了立即预警。受临时改变路线的热带风暴影响，本市将面临突发性强降雨天气，请市民做好防护，尽量避免外出，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识别生物特征，身份确认为调查官，启动电源功能。欢迎入职，调查官，我是你的 AI 助理，编号9001，小白。这是给调查官的新手装备，猫球可以调节情绪粒子，稳定情绪，提供增益效果，是配合小队作战的伙伴。这部手机是连接 eSystem 的终端，完成认证后可激活职能权限。一切准备就绪，期待你今后的表现，调查官。为帮助调查官尽快熟悉工作，我安排了一次辖区夜巡。战斗员飞天现已到达巡逻区域，请调查官尽快前往汇合。模式可以减少消耗，提升续航能力，请跟我来。已到达定位地点，战斗员就在附近。
生物，请调查官做好对战准备。暴风眼猫族战斗员飞天已就位。调查官，请下达战斗指令。作战开始。右侧是作战指令库，指令库会自动补进武装的技能指令。调查官，请指挥。行动指令只剩下最后一格，是否刚刚选？回合开始时，技能指令会自动补。刚合成的两星技能指令又可以和下方的技能指令进行合成。技能指令的星数越高，效果就越强。请调查官是。释放技能指令会积累武装的 SP 能量，请释放 SP 指令给鬼造成更高的伤害。看我的轨迹。这是本世纪三年首起巨型葵化事件，幸好飞天及时赶到。职责所在。正式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飞天，贝壳猫小队的战斗员之一。你好，调查官，以后请多指教。巡逻任务已结束，我们回去吧。今天的巡逻只是日常工作，以后调查官还会面临更多突发状况，为此调查官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每位战斗员都会有多套情绪武装来应对不同的敌人。调查官可进入召唤界面，消耗蓄金生成各种情绪武装。上节奏。生成新的武装后，调查官可进入武装界面进行查看或强化。接下来，请选取一个中升级武装会。好，更加流畅一些了。新的情绪武装强化完毕，调查官可以在今后的任务中合理使用。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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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港老街紧邻昆市区，该区域为住宅区，人员密度大，异常扩散风险高。另一位战斗员也已接到通知，正赶往现场，请调查官尽快出发。和我一起体验音乐的轰鸣吧。实时战斗数据分析中，现在是魁的行动阶段，
显示在作战过程中也可以先保留实力。调查官，请继续拖动形成更多的高星技能指令，为后面的战斗做好。警报，这个大型蝰伤害过高，首要目标是作为攻击指令的优先释放对象，请调查官使用刚刚合成出的技能指令指挥飞天进行。调查官，大型蝰已被清除，剩下的敌方需在这一回合。真是个完美的现场。调查官，请去点击可以切换查看。调查官，系统检测出的就是这间民宅。老街的居民都是附近工厂的员工，大部分人应该还在工作，只有这样才勉强能负担这里的房价。相比于更偏僻的地段，这里有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房屋登记信息显示，98%的住户已婚育，是这样没错。一个人会孤单吧？调查官，请注意，情绪粒子异常已经蔓延至街区，附近已经产生蝰化物。很快就能结束。即便调查官不说，飞天也打算这么做。是时候展现训练的成果了。
真是个完美的现场。结束了，还有吗？附近的葵已被清除干净，但是另外一位战斗员还没……嗯，飞天，你去哪里？先去现场。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人来了呀！悄悄跑回去的那个小家伙，会被发现吗？不过，和我没关系嘛，只要不破坏医生大人的计划。就是这里了，我刚刚向 E-System 申请调取了档案，这里住的是一家三口。系统显示，户主夫妻两人都有情绪病就诊记录。只是工作压力造成的轻度情绪病。调查官，里面有异常。有没有吓到你们呢？飞天的尾巴炸毛了。再见到我是不是很开心呢？毕竟我是全宇宙最聪明机智可爱的天才美少女艾可。吓到我们的不是你，是你身后的黑影。什么？我身后有什么？哎呀，艾可的尾巴也炸毛了，一定很惊喜吧？什么嘛，明明什么都没有啊，敢骗我。请安静，调查官，这就是你的另一名战斗员艾可。哎，你就是调查官吗？怎么样，艾可刚刚一下子就把门打开了。当然，毕竟艾可解决了连那个坏心眼的 AI 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呀。请注意，我的名字是小白。坏心眼的我正准备上报某人未经允许溜门撬锁私闯民宅的事。哼，这明明是任务需要，对吧，调查官？哎，好吧，调查官好严肃。既然调查官这么说了，那么下不为例。你在里面有什么发现？让艾可想想啊，当时艾可正在专心破解电子锁，好像是有一些奇怪的声音。是嘶吼声。根据现场检测的情况来看，屋内情绪粒子浓度很高，源头应该在屋内。但是报告显示，患者的情绪病程度较轻，鬼话可能性很低。情绪干预中心上一次的处理方式也只是将患病的父母与健康的女儿分开隔离。就在昨天确认患者完全康复后，干预中心的儿童福利机构才将他们的女儿一一送回了。把孩子和父母分开？是的，不过该女童之前在儿童福利机构情绪测量都很稳定。稳定，确实很稳定，不如说是习惯了吧。最初是 EMC 接到报案电话却无人应答，出动无人探测机近距离采集数据后发现异常，而且动态对比数据显示情绪粒子浓度升高过快，远超风险值，推测是又产生了高级葵。是的，一般来说，人类从健康到感染情绪病再到葵化需要3到7天，物品葵则更久。检测完毕，结果显示阿粒子的浓度超标，已达葵化浓度，
请调查官注意使用猫球防护。不过很多情况都可能导致阿粒子浓度升高，艾可刚才有没有观察到其他情况？其他就不清楚了，毕竟艾可刚刚破解电子锁，你们就到了嘛。进去看看就知道了。嗯，声音又来了。啊，对对，就是这种声音。快走吧。果然，小白没说错哎，家具都可以换了。但是他们为什么都在装那扇门？是什么奇怪的仪式吗？更像是受到指挥。啊，等等，后面有人。那边呢？你们是人类吗？你再推就要推到门外了。我这是为了保证出口的安全。啊，他们动了！出去，从我们家滚出去，不准进来。依依呢？我的依依。把依依还给我！先停手，房屋结构无法支撑战斗，必须转移到室外。麻烦。是时候展现训练的成果了。调查官，此时战斗员更需要治疗。您下达了错误，调查官可以尝试长按技能指令查看该技能，请选择刚刚查看的技能。当技能指令目标为我方时，眉头，他们没有化成虚之花。哎，真的哎，人形葵已经转变成情绪粒子，按理说直接消失才对啊。具体原因需要等到相关部门介入进一步检查，已联系科搜部和情绪干预中心进行善后处理，预计15分钟内抵达。另外，别忘了先吸收战斗中产生的高浓度情绪粒子。简单，交给我吧。他们现在怎么样？目标体内的情绪粒子正逐渐恢复正常水平，但生命体征微弱，处于深度昏迷的状态。说起来，刚刚在门口的时候，小白说过这里是一家三口吧？父母都找到了，女儿去哪儿了？也许在那个房间。哪个房间？啊，你是说刚才被家具魁攻击的房间吗？锁住。哇哦，你都劈开了，不愧是你，飞天。这样最快。你没事吧？飞天，你看，小朋友都被你吓哭了。我……好啦好啦，这位大姐姐虽然看起来很凶，但实际上是个心地善良的猫族呀，别哭啦。你们是谁？刚才外面的声音好可怕，妈妈呢？依依想要妈妈。你们是谁？妈妈去哪？
糟糕，艾可不擅长哄小孩。你叫依依对吧？依依，别哭别哭，你的妈妈和爸爸一起出远门了，因为事情很紧急，没来得及告诉你。爸爸，妈妈和爸爸出他们一定会回来的。爸爸妈妈失踪了。你父母现在生死未卜，这次事件牵扯的人那么多，具体是什么情况也没有人知道。哎，真可怜呐，这孩子还这么小。不是说这次事故就是他父母造成的吗？别乱说，没事没事的，可生出事的。不会的，即便每次都会出去很长时间，但他们最后都会笑着摸着我的头对我说，我回来了，爸爸妈妈肯定很快就会回来，他们一定会回来的。会回来的，真的会回来吗？真的吗？所以别哭了。依依知道了，那依依会乖乖的等妈妈和爸爸回来的。今天的飞天好温柔啊。那姐姐，依依好像很喜欢飞天的样子，难道不是因为你也像个小孩子吗？哼，艾可是天才。依依想说吗？依依可以。今天，所以依依睡觉前，妈妈就在旁边给我讲故事，然后我看妈妈很累了，就想早点睡着，这样妈妈就可以和我一起睡了。可依依一闭眼，妈妈就不给依依讲故事了。妈妈摸了摸依依的头，就出去了。但其实依依没有睡着哦，可依依不能告诉妈妈，不能让妈妈担心。但是没过多久，客厅里发出了奇怪的声音，依依很害怕，不敢出去看。然后你们就出现了。这么看来，是依依睡觉的时候变成鬼的诱因。请不要太早下判断，具体的事情还是……什么嘛，那些家伙没有明确结论前不要轻易发言。对了，调查官，按照程序……不要，依依不要去。没有，所以在检查无碍后，上次也是这么处理。不要，我不去。依依，我不要和姐姐分开。很抱歉，但这是……调查官确实有临时保护受害者的权利。刚刚我已经用我最新研发的仪器检测过依依的情绪状态了，没什么问题。而且分部那里超宽敞，多一个小依依也完全可以。明白了。那在他父母醒来之前，可以先暂留分部。原来小白，你也很通情达理的嘛。但这件事我必须上报总部。当我没说。别别别别别，